这得想今儿吃吧，这个还有好长时间了吧？这种东西尽量别吃了，这种东西。刚才从冰箱里把剩菜拿出来，往那个电饭锅里放的时候，看见一只苍蝇，被冻僵的苍蝇，估计是当时我在把那个菜往冰箱放的时候，一只苍蝇钻进去了，它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我放在冰箱里了，把那个菜啊，那个碗，结果在冰箱里被冻的麻木了，但是没冻死啊，冷藏箱嘛。后来放到电饭锅里的时候，我看着它了，我没理它，咔给它盖盖上了。之前是冻个半死，现在直接给它烤熟了，烤苍蝇，吃吧，就给它吃的。这是麦片吧？是什么呀？他们吃吧，这些食品尽量给他们吃吧，因为这个也看不出保质期了了。他们说鸭子来了，鸭子是四只，怎么剩三只了？现在真得杀他们肉吃了。这个是可以吃的，这个他们可能不太习惯，让雨一浇，可能他们就可以吃了吧，就可以吃了。这个袋放这里。这里，那个锅，那个米饭在房车里再蒸一会儿，应该也快熟了。刚才吃了一个燕麦饼，又吃了两块巧克力，情人节巧克力，chocolate， 啊 ，assorted 什么意思了？Assorted 是分类的吧，是混合的意思。Irresistible smooth， 无可抗拒的丝滑。Assorted chocolate truffles 是什么意思？分类的巧克力 truffle 什么意思？5 flavors 五种风味 ：milk dark white 牛奶黑白60%额外的黑。Caramel 是柚汁吗？就像那种瓷砖那个瓷面那么光滑的，是那意思不？这是有这个 milk 有牛奶的红皮牛奶，蓝皮是黑巧克力，这是白巧克力，这个是60%额外黑的巧克力。牛奶巧克力带着 caramel 是柚汁吗？是那种光滑的那个硬皮吗？保持冷，60-68华氏度和干啊。反正这地方是很湿啊，这地方 Lindt and 什么什么公司 Master Swiss Chocolatier 掌握瑞士的巧克力的 Chocolatier 什么意思？巧克力者，自从1845年，这个人吗？用他的这个Lindt， 意思说他很牛呗，意思是。When you break the chocolate shell of Linda, the lusciously smooth center starts to melt, and so will you. 当你打开这个巧克力的壳，属于 Linda 这个品牌巧克力，这种 lusciously 不认识，这种什么光滑的中心开始融化，并且你也会融化。Enjoy Linda, created by the Lindt.Master chocolatiers with passion and love for chocolate since 1845. 享受 Linda， 被创制，被 Lindt 大师巧克力者创制，带着热情和爱，为了巧克力，自从1845年。The Lindt difference, passion for chocolate at every step. 这个 Lindt 他的不同的热情，为了巧克力，在每一步。Finest coca， 最精细的可可粉，对吧 ？Lindt and Spawn， 这个品牌吧。Farming program， 农夫项目，农场项目。Roasting and grinding， 烤并且研磨，把它烤熟了并且磨碎。然后呢 ，counting 不认识。Best ingredients， 最好的成分。Finishing withPerfection
完成带着完美，完美的完成。从豆子到伴儿，从豆伴儿，从豆子到酒吧，对吗？Quality guarantee 质量保证。Chocolate 什么什么 Lindt 什么什么公司吧，瑞士公司生产，在美国被 Lindt 什么什么美国公司，就是 NH 是哪一个州啊？北什么州？NH 是哪个州？不知道。最佳日期是在2023年10月3号之前，就是算是情人节巧克力吧。营养事实，大约12份每个容器，就是这一包可以吃12顿，是这意思吧？服务的尺寸，3这个球，36个呗，一次吃3个球，总共36个球，可以吃12顿。数量每一份，卡路里230，总的脂肪18克占23%。饱和脂肪13克占65%，哎呀，好多脂肪啊！胆固醇占2%，5毫克，钠1%，总的碳水化合物5%，膳食纤维0，总糖14克，包括12克添加的糖24%，蛋白质2克，维生素 D 0，钙4%，50毫克，铁没有，potassium 钾105毫克2%。这个百分比每天的价值告诉你多么的多一个营养品，在一份属于食物，贡献给每天的饮食2000卡路里，每天被用来为了总体的营养的建议，就是一般来说2000卡路里就够了。成分糖、蔬菜油（括号椰子、棕榈仁儿什么？棕榈仁吗？Kernel 什么意思了？棕榈果仁儿、可可黄油。巧克力、牛奶，skim milk，skim milk 给 skim 是撇皮儿，撇去皮儿的牛奶，把奶皮撇走的牛奶，牛奶脂肪、豆子，lysine 不认识，emulsifier 是乳化剂吗？是吗？悬浮剂呀、啊，什么剂呀、啊？不让它什么沉淀吗？barley malt 大麦麦芽粉，caramel paste，caramel 什么意思啊？忘了，什么什么膏。括号糖、可可、黄油、奶油、盐、豆子的 lysine 是不知道了。自然的和人工的风味儿，香草种子、盐可能包含树上的坚果。生产被什么什么这个公司吧，是吧？就这意思吧。欧了，我去看一看那个饭熟没熟，应该熟了。你们是不请自来呀？你们是混熟了吧？你们，这个大公鸡肉一定好吃，又大又肉又嫩呢。这个大公鸡呀，小公鸡儿其实你是个，就瞅着大，但是你是个小公鸡儿，对吧？就瞅着大点儿，但是是个小公鸡儿，实际是一个。通过这次小黑母鸡的遇难，就知道你们并不下蛋。你这几个鸭子啊，原来以为你们下的蛋呢，原来我还闹心。行，这四个鸭子哪个下的蛋啊？不知道杀哪只，现在就可以都可以杀了，都可以杀了。跳闸了，对，能摁下去了。欧了，欧了。哎啊啊！吃饭了，吃饭了。这边有只苍蝇，其实。有一只苍蝇已经挂了吧？我看看这苍蝇啊，可能已经挂了。啊，这儿呢，苍蝇。熟了，这苍蝇，苍蝇老兄。来，奖励你们一只熟苍蝇，你们谁吃？咱这个小鸡儿吃吧。来，小鸡儿，鸡儿，来，给你只熟苍蝇。来，鸡儿，鸡儿，鸡儿，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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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苍蝇。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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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那不来，小鸡鸡儿，小鸡鸡儿，来，来，给给给给给，来，过来吧，来吃吧，来吧，来吧，大公鸡来，这傻蛋，看那只鸡吃不吃？这个苍蝇可好吃，烹饪好的苍蝇，
猫你吃不了啊，不是给你吃的，给小舅是给他吃的。来，小舅舅，舅舅来，来，他胆子大，他吃了，嗯，他吃了。那个小舅害怕，这个瘦的这个母鸡好像年龄大一点，他胆子大。哎，没事，其实人呀，偶尔吃个苍蝇也不怕，没那么可怕。还有经过高温消毒的、烹饪的，是吧，鸭子？这个鸭子，这个鸭子表情最好啊。哎，这两个小舅蛋不知道下哪儿了，也许能找着了啊，也许。还洗袜子，准备洗。你出来，你出去，小贼猫。他跟进来了。你是最狡猾的，都就是你了，知道吗？你这个猫最狡猾的了，最狡猾的动物了，仅次于人，仅次于人，仅次于狼。日本人叫仅次于狼。